就是说我无救啊，那安尼，你甲我讲的遐话，敢阁有准算？我甲你讲什么话啊？你甲我讲，若是我会当活落来，你就会考虑甲我重新交往。我敢有讲过这啊？你是不是去有车弄到神志不清的喊命了？啊？咁真实？我真正在喊命。啊，不过我会记，我哪哭哪讲，啊，你佫把我的手安尼牵咧，迄、那个画面，感觉足真个呢，无像伫咧喊命啊。敢讲迄个时阵，我伫要灵魂出窍，才会有遐幻听幻想。我是有可能嘞，连妹我来请教一下医生诶，看这幻听幻想啊，是不是脑震荡的正常现象啊？我拢抱着必死的决心，才讲遐个话。若是真正你也变动，我嘛甘愿。啊，即马试过来，才发觉根本就是空笑吧。拢是老晋东海的啦，害我空欢喜，真正是够气死！你是咧创啥？你按算讲哦，轻微脑震荡，怕变严重脑震荡啊？哦，啊变做智障还是白痴，拢不要紧啦，归去吼倒较久咧，啊拢莫试过来，安尼哦，才袂这么失望。什么差不多，这也差这多哦。我是无多忍受讲哦，会甲家己哦拍做变做是白痴的人来做我的女朋友啊！我，德顺，你当我讲啥？你无喊面啊，也无幻听幻想。可是啦，我有甲你讲过遐话。要是讲看你记忆遮清楚，你头壳无问题，安尼我就放心。你伫咧甲我创治哦，你哪会当创治病人啦？我当初是真正足艰苦的呢。安怎？即马知影讲，我毋是一个这么老实的查甫人，后悔啊！即马后悔还佫会悔？谁人讲我有后悔啊？你哪是吼伤过故意哦？迄毋则无聊。我就是介你即款，有一点仔歹，有一点仔体贴个性。安尼才有生活情趣呀、啊！哦，你介意哦？啊，好好好，后界吼，我找到机会要冲着你，好好增加你的生活情趣啊！好，那是会当跟你做伙，你做啥物，我拢不要紧。我落药啊，我咪记得哦，给你补充起来。啊！你想喏？我感觉我头淡薄晕嘞，啊，规身躯拢无气力，我应该无法度家己一啉鸡汤。哦，无气力，啊，无等你有气力吼，再去啉啦，哈。哎，袂用啦，等我有气力，汤拢冷去啊。跟你开玩笑哎，平常时啊。拢是你在照顾我，而且你即届啊，无惜你家己的性命来保护我。就算讲你有亏啦，也应该是好，我饲你。德顺，你个人也是要紧我的。是讲我即马最慎重甲你讲啊。虽然讲你即届无顾性命来保护我，我是真感动。啊，不过。其实我脚手嘛真好，后脚不准，你搁这样冲，有听到？我知影啦，紧给我吃啦。啊，是李老少。哦，祝贺你们呢！你吃我啉的鸡汤哦，特别甘甜，啉完哦精神百倍，我感觉我。规身躯的伤拢好啊！
嘛收过函，讲我这厉害，袂准我承担呢。你就是我的万灵丹，搁要啉啦。来，小。已经失去理智啦，拜托伊直接后面讲话啦，紧的啦！我不要出去，我还没讲完啊！你查某囝今麦别去当手术，一切平安。哎，怎么给我救啊？我今麦别让公司请回啊！你先把脸冲下啊！我的伸张正义，你跑！你可真敢死啊！啊，对，一个做爸爸的人，会当为着伊的查某囝付出伊的性命，我今麦就要做一个，我查某囝才骄傲的爸爸。是啊。左林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董事长，是的，我才一点半就变作是一个伤害世界集团，还告你的千古罪了。本来工地的材料，董事长发付了，已经全部拢换新的，即摆我咧做补强的工课。啊，不过，煞有人利用我的查某囝来骗我。害我无世界集团，还阁陷害你。伊甚至怪我去破坏工地，造成公安的意外。加在李永梅爱一个好妻，来搞点钱，害我的查某囝会当赶紧开刀。所以，我绝对袂当无落好啦。主任，那安尼你敢袂当讲，到底什么人要利用你来陷害世界集团？还佫有我哈？讲袂出啦。这个人讲白惨，一个讲话反起反倒的人，本来当相信伊啊，我嘛当怀疑伊啊，伊受别人的利用，才反过头来咬我一嘴啊！别讲伊啊，有听无？别讲伊，走！别讲伊，别讲伊！我跟你讲，我无含埋世界集团，是伊，是这个人，这个主任。你对观众不许指控，不许指控，你听到吗？嘉豪姐，你这个笨蛇，你竟然利用一个老爸烦恼伊查某囝的心情，逼伊为非善走，你嘴皮是替迄伟大的老爸拍的啦！这卡是因为你要伤害我的好心，我看你的，你莫看袂起。爸母想要保护家里的决心，我跟你讲哦，不准你跟家父见面，啊，若无我绝对把你甩，有听到无？各位贵宾，今仔代志我一定调查清楚，会给每一股东还有社会一个交代。可是讲了受人挑过陷害我，要挖我，这件代志我一定会追究到底。今日的慈善酒会到这结束。妈，进前我拜托你，是因为你拜救过我的性命。这个我拜托你，是因为我真正就希望
会当互阮弥补阮爸爸。你放心，我会尽我的全力照顾恁母仔囝。我真正无法度对奶茶讲出真相啦。你是安怎无爱讲老实话？即马等于是规个酒家的人拢在阮妈这件代志哦。当然哦，爱较慎重的安排，啊较隆重的，安尼才有法度表达我对奶茶的亏欠啊。我就袂过再逼恁卖厝，我厝租恁一个月20万。我无叫你做。其实我感觉你做送货员伤过苦手啊，你应该是爱来酒店上班。对啊，然后恁阿妈当做少爷，也当来捧水果盘，啊送乌西莫里，啊我要去变数时，也当帮我开门，你看你啥款？我就是表来知影讲你过去对我的伤害，即卖已经转成我的力量，我要全部报复你正。你到底知影酒驾什么严重的代志？因为下骹手人安尼家己地条条，啊不过就算讲你即卖知影，你嘛无法度挽回啊，因为你的养母。无可能阁活起来，我的养母，这等于都是安那。恁家会火烧，是因为有人超过伊放火。刚刚你是讲，无唔对，就是黄华。无可能，酒驾人无可能爱对台湾，你骗我，你骗我对无？我就抓，我讲的完全拢是事实。